此言差矣呀！虽然我现在是一个人与你面对，但是我身后是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是几万万不满意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拥护共产党的中国人民。司令啊，此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总是这样认为，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 就能说服手握重兵，靠枪炮说话的卫司令，啊，绝不是这样的。我想卫司令您不会闭目塞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铁石心肠，不为所动吧。 我是江城保密局姚孟德，我要总部5处。啊，对，你是技术长吧？我是姚孟德。<笑>对对对，我跟你核对一个人。那个人是从那边过来的，个子不高，儒雅适度，年龄嘛也不小了。 什么？哎，对，跟你说的那个人基本接近。你说什么？哦，他向共匪地下党的高级领导人张之岳。
宁可错抓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放心吧，我即刻去办。好，再见。来人，刘局长。我命令。招呼不周啊。没事没事。哎，慢走，下次再喝啊。没事，我没事啊。哎，回吧啊。哎，别动，再不动杀死你。跟我上那边去，快点。谁喝酒？一个老乡。老乡？他是干什么的？在城防司令部当参谋。参谋？姓什么？姓楚。是有这么个人？你说的不假。说，他为什么请你吃饭？不是他请我，是我请他，我掏的钱。你请的客？你为什么要请客？这个，快说啊！这个楚参谋接待了一个魏司令的客，我就是想问问这个客人是干什么的。是姚孟德叫问的，是吧？对。那楚参谋怎么说？他说是来了个长白胡子老头，像个读书人，是从那边来的。一直接到司令家里去了，就这些。就这些？别的情况他也不知道，想说他也说不出来。我说完了，我要是撒谎，你就砍了我脑袋。把你这句话留给姓姚的吧。滚吧。司令家人所住的别墅，我们谈话的这个客厅，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日本人当年建的秘密基地的所在。这个，司令应该清楚吧？当然清楚。这个在日本人投降几年以后，仍然莫名其妙被占据的地方，还是我首先带兵介入的。对，这就是蒋家王朝必然要覆灭的原因之一。这样的昏聩，这样的腐败，这样的低效率，他不灭亡，天理不容啊。是啊，先生说的我也常在扼腕长叹，但是否必然覆灭，结论尚早。其实不早了，司令。其实南京政府正在实施放弃江城的计划。江城乃南京之门户，唇亡齿寒。司令，这意味着什么呢？魏某不敢妄言。司令应该知道所谓的零号计划吧？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因为军统好多事都对我们保密。那这样吧，我先说，如果有说的不准确的地方，请司令纠正补充。这个零号计划实际上就是一个放弃江城的计划，包括撤退和破坏。它的第一步要把最重要的秘密基地的电磁设备和技术人员从山洞里撤走。这第一步已经走完了，可是他已经落到了人民的手中。第二步，破坏。据说
用一种秘密的武器，要把江城毁灭掉。这第一步先不说了，如果这第二步是真实的，那我魏继忠坚决反对。可惜他们这个计划不愿意向我透露半点。司令的这个态度我们非常清楚，司令没有参与零号计划我们也非常清楚，所以这就是我邀请您会面的重要基础和重要原因，否则哈哈就不会有我们今晚在这儿吃家宴喝清茶说东道西了。报告司令，别说外面发现不少保密局的人，他们鬼鬼祟祟的，加强警戒，玻璃他们。是。这帮狗鼻子还挺硬。你把检查站的人全部拉出来，对出城人员一律扣留。是。看紧了啊！哎。走，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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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堂堂的司令，手中握着几个师的兵力，这些特务竟敢对你这样？哼，没办法，国军就是这样。哎，咱们谈咱们的，他暂时还不敢把我怎么样。报告司令。保密局的军警已经出动了，他们占领了周围所有的出入口。放肆！传我的命令，调两个团把他们给我围了。是。司令啊，为了我一个老头子，为了你这个老亲戚，你这样兴师动众是不是太抬举我了？折煞老夫了。既然保密局兄弟们这样兴师动众，对我的老亲戚抬举到前头去，你说我怎么能不跟在后面抬举呢？那不是太不懂礼貌了吗？喝茶啊，喝茶啊，请。嗯，不知不觉已经是凌晨了，天快亮了。是啊是啊，不知不觉把明镜西之谈啊。司令，这茶喝到这般程度才真就喝出点味儿了啊。这不惹得好多人也没睡觉呢。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咱俩只顾说话，险些把顺姑给忘了。哎呀，我这个小侄女忘了不要紧。对了，叔叔，把我们的谈话整理出纪要来啊。嗯，对，咱们不能白谈。嗯，我已经做好了，请两位过目。司令。哎呀，这么快。
快说说什么情况。姚慕德通过手下郑鞋子和王拐子从司令部楚参谋口里套出了张之月的年龄和相貌。糟了，他会很容易从南京总部五处核实，并且会很快采取行动。是这样，特务队已经全部行动，封锁了魏司令家的所有出入通道。不过司令部那边也派出了两个团对保密局的军警进行了反包围，反把他们包了饺子。好，这就好了。魏继忠手里还有三个师呢，他姚孟德根本不是对手。咱们这次啊，就是坐山观虎斗，好好看他一回笑话。胡说，咱们的支月老呢？咱们的起义计划呢？大不了起义计划提前。这难道是我们单方面决定得了的吗？现在魏集中下定决心没有？即使他现在下定了决心，他准备好了没有？如果南京方面派军支援怎么办？而且在我们没有完全掌握零号计划，没有找到零弹之前，敌人如果实施毁灭性的破坏，我们怎么办？是啊，是这样，我们考虑得太简单了，眼下一定要避免冲突。可我们不能公开营救，就是魏集中也不能强行把支月老送走啊。如果强行送走，那就公开了支月老的身份，也就等于公开暴露了我们的秘密起义计划。更可怕的是，这将逼迫敌人提前实施毁灭性的破坏计划。哦，对了，侯局好像对我说过，建在山洞外基地里的这十几套别墅都有通往山洞的地道。这就有办法了，让支月老走别墅下的地道，再经山洞乘船从地下河出，就到了江面上，神不知鬼不觉。妙，太妙了。那我们就试试吧。可支月老顺姑还在魏继忠家里，怎么通知他们呢？电话现在肯定已经受到监听，根本不能打。要不然我还是亲自去一趟吧。你去啊？对，我以督察员的身份公开去。那就这样定了，曹海、曹善飞，你们俩马上行动，就按刚才曹海说的办。曹海，你带几个游击队员寻找地道口，找到之后守住监视。曹善飞在江外洞口守候接应。好，我们要是找到地道口，直接到魏继忠家里接人，把人接出来不就行了吗？是啊，何娜，你就不用再冒险了吧。不行，我还是得去，万一地道不通，或者万一你们那边发生什么情况，那不就糟了。这个事我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好了，行动吧。停车！检查！让开！这是何督察。报告队长，是何督察员。行，等会儿。报告姚局长，是何督察。让他们过去。是。让开，让他们过去。林主任，这是何督察，要去拜访魏司令。好，稍等。支月老，这个会谈纪要我看可以，算是一个初步协议吧。好，我同意。重要的是行动，司令啊，我期待着我们再次见面。好。司令，请签字。哦，哎，顺谷，你在给变戏法啊？怎么突然间变出两份来了？啊，我请小雨帮我写的，我没让他睡觉。小雨？小雨是谁啊？哈哈哈，就是我那个傻姑娘。
志愿兄，行啊。报告司令，何督察到。哦，快请进。是。哎，这么一大早他来干什么？怎么，何督察和知月老认识？嗯，认识，我们都在湖城一起待过。哦，知月老辛苦了。啊，不辛苦，我们喝茶聊天一见如故，谈得高兴，不觉东方已亮。卫司令啊，辛苦了。何督察辛苦了，一大早就过来。坐。好啊，既然天已经大亮，我们不用打开窗户就能说亮话了。两位谈得怎么样？啊，可以，我们初步达成了一个协议。那好，卫司令，本来我想和你一起今天中午设一个便宴，一来为祝贺协议初定，二为知月老接风践行。但我刚才来的路上看到惊动了不少人，所以我想还是暂时先把知月老送回去，你看如何？知月老，您看呢？啊，我看啊，还是何督察说的对，咱们两个喝茶聊天，害得大家陪着睡不好觉。如果再兴师动众，不太合适啊。我想不能再惊扰大家了啊。姚局长，怎么办？不急，鱿鱼入网了，只要拉网就行。不急。是。姚蒙德这次赤膊上阵，算是出狠招了。不怕，大不了鱼死网破。不行，现在时机未到。姚孟德的如意算盘就是为了这个，他比你仓促应战，过早的暴露目标，他的阴谋就得逞了。还是何大说的对呀，走为上策，这次算他厉害，我们不理他，我从地道暗暗的走，等我下次来，卫司令，你我挽手昂首挺胸走在大街上，你我能笑到最后。好，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知月老，我希望我们能尽快第二次见面。好，我回去向上级汇报请示，你呀也多想一想，尽量做到周密完善。好。司令，我去送送知月老。好。谈得还可以。外面有人监视。那怎么办啊？不管他。让您老这么受惊，这么危险。哎，什么叫危险啊？我们搞地下工作的，这不是家常便饭吗？你们两个小姑娘都不怕，我一个老头子有什么好怕的？
好像是曹海他们。走，我们过去看看。嗯。哎，这位老，曹海啊，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啊。是啊。曹海，没有什么问题吧？没问题，咱们走吧。好，走。嗯。他们快出去了吧？快了。那顺姑姐他们还是要返回来的吧？对，他们原路返回，还要和接应的人把洞口恢复好。这也不行啊，地道的事终究保不住密的。小雨说的对呀，这别墅我们是不能再住了，明天搬家。看来不搬也不行了，一会儿姚孟德急了，会不会进来搜查呀？他敢？不，他有这个权利。这位了，前面就是了。哦，同志们记住了，一定要保密。尽管姚孟德闻到了一些风声，但鉴于卫司令的威望和实力，最要紧的是他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所以他不会轻易下手，但他终究会下手的，请你们一定要注意啊。是是，保重。保重。天了，他也不出来，怎么办？没事儿，再等等。是。啊，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走了？走了，一切顺利。好，何督察，你先走吧。司令，那你怎么办？哎呀，我你不用管，走吧。嗯，保重。好。好了，你们各干各的，我出去一下。他们要是进来找人怎么办？我走了，他们就不会来了，姚孟德不会那么傻。走了。停车！干什么？例行检查。检查？这是何督察，你们还要检查吗？快让开！对不起，何督察，例行检查。好，姚局长，好，配合你的工作，请。没有发现可疑人等。对不起，何督察，你可以走。没关系，走吧。让开，放行。停车。干什么？例行检查。这是卫司令，你们还要检查？快让开。对不起，魏司令。哦，是姚局长吗？例行检查，配合工作，行吗？报告，没有发现可疑人等。对不起，魏司令，你可以走了。没关系。好。
溜了。怎么办？咱们进里面去搜查一下，那个人肯定在屋里面藏着。笨蛋，把人藏在屋子里，老老实实的等咱们去搜查。有你这样的笨蛋吗？撤。就这么撤了？撤。是。奇怪啊，这两天姚孟德怎么没动静啊？此人脑奸巨猾，他一直按兵不动，以守为攻，其实是在等着我们出招。等我们出招？对，在此之前他大致已经清楚了我们的身份，而且他也揣测到了我们的目标。他应该知道在我军濒临城下之际，魏继忠与知月老会面的真正意图。但此人非常沉得住气，此次出手我看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及时收手，并没有穷追猛打。我判断他主要是手里缺乏有力的证据，否则他才不会客气呢。嗯，这个是主要原因，但不是最根本的。现在应该大致确定，姚孟德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执行零号计划，也是放弃之后的毁灭计划。这是军统总部的安排，与国防部的安排未必一致。而零号计划是姚孟德的最高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魏司令起义的容忍，也不意味着他对我们的容忍。我估计下一步他会以攻为守，主动出击，一是对魏司令，二呢是对我们。照你说的，他们用这些行动来掩盖他们真实的意图，掩护他们真正的行动。是这样的，但他绝不是虚张声势。他明白，如果我们成功了，将是他实施零号计划的最大障碍。他要破坏我们，最好是消灭我们，这样他才可能顺利实施。魏继忠怎么样？靠得住吗？不到最后，都不能说可靠。现在什么情况都会发生，知月老走时一再嘱咐我们。夜长梦多呀，叫我看了，要赶快说服魏继忠，要他尽早起义。这恐怕不行。江城，在全国这盘棋上，仅仅是一枚棋子。现在怎么动，何时动，都要服从全局的需要。我们现在还要等待，还要有极大的耐心。这样的话，顺姑待在魏家就更重要了，也更困难了。顺姑姐，你回吧，等我放假了我再来。小雨，路上可得小心。没事，有人跟着呢，你回去吧。船还没有来，要不我等着船来了送送你。不用不用，我爸不是交代了不要太招摇吗？你看这车停在这儿多扎眼啊，你先回去吧，我没事儿。你要多保重啊。嗯。快去吧。嗯。
走吧。楚参谋，今天怎么没有用司机？司机有事儿。有事儿了？啊，那事先怎么没有说啊？你一个丫头，用得着知道那么多吗？哎，你到前面下啊，那儿离家不远了，你自己回去吧。你不送我了？哦，我要到司令部去，有个要紧的事。对不起啊，你就在那儿下吧啊。好。对不起啊。师傅，抄近路，跟上前面那辆车。哎，师傅要拐弯了，快点。哎，好。师傅收钱。谢谢啊。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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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到里边去。好，走。久等了啊。欢迎光临，请。让你们久等了啊！你说没事没事，关系。待会儿我自罚三杯。好，我跟你说啊，楚参谋，这个事儿啊，不会给你了，你知道吗？我心里有数，心里有数。这件事对我们太重要。你刚才说的翠云的情况很重要，这个女人很可能是姚梦德手中最后一张王牌。周松元很可能不知道她的底细，他怀疑宋若水之死是一个阴谋，而凶手就是翠云。会是情杀吗？肯定不是，连周松元都看出来了，因为宋若水根本不是他胡搞男人的障碍。翠云的胡搞或许是在掩盖什么东西，难道你没感觉到吗？我有感觉。那你现在收留了周松元，是不是想利用他？对，为什么不利用呢？尽管这会引起你的一些误解。来，魏小雨送走了。送走了，我们只送到了码头。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司令部的楚参谋和郑鞋子、王拐子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准没有什么好事。这说明姚梦德准备出手了。嗯，给你的，拿着吧，拿着吧。这个真的，真的给我呀？这还有假？真是给你的。这是我们姚局长给你的。姚局长，他为什么给我呀？给你的奖赏。我们姚局长说，上次你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姚局长很欣赏你呀。啊，你就说了几句话，金条就到手了。今后啊，司令家里再有什么事儿，
告诉我们就行。哎，乖，嗯，司令暗地勾结共产党。哦，上次来那老头就是共产党地下高级干部。真的？嗯，呀，这可是杀头之罪啊。嘿嘿嘿，对了，还有司令家那个叫顺姑的女人是个地下党啊，以后还需你多留个心眼儿啊。哎呀，哎，来，哎，来，喝喝喝，来来，干杯。好了，来。这里边是什么？这里除了几块石头什么都没有。这怎么回事啊？这就对了。快走，开门。谁呀？你家夫人呢？夫人交代过谁也不让进。让开，我们执行公务。哎哎，你们让开。哎哎，